风凄凄，井栏落位惊秋啼。人一出生，冒险就开始啦。呢个冒险换嚟嘅系咩呢？达哥嘅冒险又换嚟嘅系咩呢？且看达之大冒险。啊？好问啊，梗系好啦。因为呢个唔系我写嘛，头两句系引用一个词，专呢个词咧叫作者系叫张辑嚟，如果冇记错啊，好好啊，不过好少人知道有呢首词嘅，你哋可以睇下，呢个人都系一个叻仔嚟，写得好好，好有文采啊，张辑啊，编辑个辑啊，啊。应该是这个，如果没记错啊，你觉得怎样啊？这段文写到怎样啊？你们冒险换来些什么啊？人一出世你们有些什么冒险？达哥的冒险又换来些什么啊？ IQ 题问一问你们先。最多人担心呢就是说，他说哇你死了，他说什么结衣，他说你现在有包，说我包二奶，有很多人就提出这个对这个问题又很关心。那我就先解释一下先，这个问题大家很关注，我和 GBB 的感情已经很好了，已经是多年的夫妻，大家相敬如不，一路以来呢都没有有任何争执的。那啊，至于你就说这个呢，我想提大家这个是只是演戏来的，你们有时呢就很明白，即是有时做戏呢做得太好呢，好像那些人就演石坚，跟住就帮佢起个咩奸人奸啊乜鬼嘢？有啲人话，甚至以前好似听过有传闻，有个人啊演一个角色太奸啊，啲人顶唔顺要怼冧佢，觉得呢个人迟早会谋财害命啊！古代有呢啲下奸人奸系嘛？嗰啲咩郑少秋咩丁蟹效应，跟住而家又有郑子成一样嘅，大叔咧因为太似啦，同嗰个演戏咧演个情侣演活咗出嚟，红有味。咁你又难免会有呢啲，但系呢啲只系一场戏。我提醒大家，千祈唔好沉迷喺呢、這个嗰、那个，你要分清楚现实同埋戏里面嘅世界，系嘛？你睇下梁朝伟同阿刘嘉玲，你睇嗰个叶问一代宗师，梁朝伟去同阿章子怡做情侣做对手戏，系嘛？唔通佢同刘嘉玲个感情又有问题？啱唔啱啊？咁刘嘉玲喺《让子弹飞》啊，就姣嗰、那个嗲嗰个边个啊？嗰、那个叫咩啊？嗰、那个大陆演员葛优定乜鬼嘢系咪啊？唔系葛优定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咩师爷啊？我唔鬼记得嗰、那个长长地毛嗰个咧，短短地头短头发嘅啊，喺度姣佢。总之系让子弹飞啦。刘嘉玲就喺度同佢有一幕嗰啲啊亲热气系嘛？咁啊，梁朝伟唔通又嬲啊？吃嗰啲干草唔会噶嘛？大家艺人。系嘛，龙基 B B， 大家都系做呢虚圈嘅，系嘛，大家相知道噶啦，嗰啲嘢冇问题，一早啊打定功课，佢讲话，哇，我同佢讲，点到即止，姜文系姜文，冇错，呢位兄弟真识嘢，系啊，你都有睇《让子弹飞》，系嘛，梗系唔会有呢啲咁嘅误会啦，龙基 B B 一定啊，佢就话佢最多话罚你，哇，你啊，人哋揽人哋手仔，乜乜乜，佢都有咁啊，借啲嘢讽刺我，佢啊话。我话点够啊？一下我系365日都拖你手仔啦，我每晚晚都拖住你瞓觉，系嘛？佢而家咁都要对住嗰个有尾，我都系搭人哋嗰个膊头啊，手仔都唔敢拖啦，我俾足面你啦。我咁讲，我话导演要求啊，话要嗰啲 kiss 嗰啲，我都话唔好啦。佢话咩一吻定情，我话唔得啦。我话呢个我底线，我最多系咁样。佢话咧临别嗰阵时，通常都系咁啊，拉屎一流泪，大家喺度拥吻住。系嘛？啱唔啱啊 ？Gibby 啲讲中文唔系，佢讲日文嘅，我帮你翻译咗。由于时间嘅关系，怕你唔明，咁我冇计啦，我就用我嘅语言帮你翻译翻，系嘛？